今日咧就系礼拜日嘅上昼咧11:05，咁我咧就系、去饮茶咧，去下教堂嗰度行一行啊。喺我哋附近有间教堂咧，好似系台湾人嘅，嗰、那个叫做咩国际大教堂啊咁样。而家揸车过去先，即系离住家咧大概系10多分钟啫，好近啦、啊。好耐冇去过教堂啦，今日去下嗰度睇一睇先，因为今日星期日啊嘛。咁啊饮茶咧，今日太多人啦，所以咧就唔凑啲热闹啦，要排队啊呢个时间啊，所以咧就星期六、星期日啊，咁如果你要去饮茶咧，要早啲去有先有位咯。如果你太晏个头咧，就系冇位嘅，即系咁。人咁多反而咧就覺得唔係好舒服咯，所以睇我睇去下其他地方先。而家我咧就係、是、開緊車嘅，呢邊咧就係、是、直去咧都係好多華人嘅，即係都係華人區啊，羅蘭江呢邊啊，所以啲教堂都好多係華人嘅教堂啊。好啦，呢转左边先。今日呢个洛杉矶嘅天咧，都系云层好厚嘅。咁洛杉矶都系晚上落雨嘅，日头好少落雨嘅。咁而家系九月份咧，九月份咧将近都换季啦，都会打后都会凉嘅。但難得咧，呢個天氣咧咁樣咧，就即係雲層厚咧，就冇咁曬啦。但我哋咧就一般揸車咧，就個熱頭猛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咧就開空調啊嘛。咁啊，而家到咗啦，到咗呢個地方啦。啊，先入去個教堂度睇下先，揾個地方泊車先。啊，呢度好多車喺度，泊低部車。因為星期日啊嘛。我停喺呢个地方先，好，探翻后移翻个位就 O K 噶啦。停低部车就入去啦，入去去行一行啊，感受一下咧，咁样 O K。
圣灵的恩膏膏抹，圣灵的恩膏膏抹，圣灵的恩膏膏抹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主也激动我们，你来使用他今天的信息，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。我们将这个感恩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的题目是使命人生。首先，我们一起大家来念，大家都已经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几个字：信心跨越使命人生。我们再来，凭信心的来念，一二三，信心跨越使命人生。我们再度的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这里聚集，不是一般的聚集，乃是圣灵你呼召我们每个重生得救，跟随耶稣。好啦，而家咧就系翻翻屋企先，已经系中午嘅12点吓，9月3日星期一。咁先头咧，我就系去咗附近嗰个教堂，大概系10分钟车程。咁啊，嗰间教堂我未去过嘅，嗰度都今日嗰度都有唱歌仔啊，咁样啊，即系行咗圈咧，入去坐一坐咁样啊。咁可能以后咧，我都会去下呢啲教堂行一行嘅，星期六星期日，唔一定系去饮茶嘅，咁啊，反正多样性啦，多样兴趣啦，饮茶系我其中一样嘅兴趣啫。咁旅游啊，仲有呢啲，即系各种嗰种即系体生活体验啊，包埋嗰啲感觉啊，我都喜欢嘅。即兴趣嘅多样性唔系单一嘅，所以任何嘢我都想尝试嘅，尝试就唔系话我饮茶，除咗饮茶之外，我就冇咗其他兴趣啦，除咗拍录像就冇咗其他，就唔系嘅，各方面。但系咧，我会去记录生活。记录我所见到的一些新奇的嘢，感兴趣的嘢。咁其实人生咧就系要对乜嘢都要感兴趣先啱嘅，所以挖掘一下，即系生活咧本身系精彩噶嘛。一句话，生活好精彩，呢个世界上又好精彩，每一个世界。无论是国内也好，漂洋过海也好，咁佢哋不同嘅文化，不同嘅地域，人文地理，各种都系你去感受呢个世界噶嘛，你感受呢个世界，所以你先会觉得呢个世界好精彩。做乜嘢嘢都系一定要有兴趣，有兴趣，即系冇人会强迫你去做自己不愿意做嘅事情。最紧要你系自己，我觉得我需要系要去咁样去体验，去生活咁，好，倾咁多先。